北京时间11月10日23点 ,2018 亚冠决赛次回合，博斯波利斯坐镇主场对阵鹿岛鹿角，首回合鹿岛鹿角主场2-0战胜博斯波利斯。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，目前比分为0-0，总比分波斯0-2鹿岛。精彩回放第14分钟，土俊胜真禁区侧翼的球后选择直接射门，击球滑门而过。第26分钟，博斯波利斯边路传中，阿里普尔头球攻门，被全纯太稳稳抱住。第38分钟，雷骚强行突破后小角度射门，被全纯太扑住。双方阵容，博斯波利斯首发姚贝兰、万德、三卡利扎德、四侯塞尼、幺五安萨利、69穆斯利赫、11卡尼亚比尼亚、21赫马蒂、8努罗拉西、5巴沙尔雷桑、70阿里普尔、90门沙替补、44拉多舍维奇、18拉比哈赫、25埃万扎德、37塔赫汉尼、12达维士万德、38伊赫桑侯塞尼、26侯塞尼普尔鹿岛鹿角首发、叶全纯泰、16沙门修斗、3昌子源、35郑生炫、22西大武、30安布玉奎、4莱奥席尔瓦、23甘剑斗、8土居圣真、9铃木幽魔、18塞尔吉尼奥替补、21曾端准、40小笠原满男、25远藤康、6有木亮太、39犬四智也、14金三剑智、32安西幸辉。